新春公益践行哦，啊，我们布道人哦，体会的，体会到热血地上哦，阿妈体会到那个振作哦，愈行哦，身体愈健康哦，阿妈真感谢，在慈善基金会哦，为咱身心障碍的朋友哦，做了很多事情哦，咱今天的捐钱是打拢热血地上啦哦，嘛是来参与这个盛会哦，嘛祝大家给，等一下大家振作的时候哦，一定要注意本身的个人的安全哦。如果靠高通接口交嘛，那也要注意安全哈。七个点的一个设置，让大家安全第一啦哈，自己本身要照顾好哈。那你现在在主跟前呢？基金会为了办这个这么好的活动哦，那么很感谢各位朋友来参加这个鼓励我们横山这个大型的这个活动，祝希望说大家祝比赛改为完美成功，阿伟大爷祝大爷心想事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各界对他们，谢谢掌声，谢谢我们李玄翠镇长，就像我们玄翠镇长讲的。都行都健康，当然我们今天的活动也即将正式开始，请问你们都准备迎我们北斗 CF 舞蹈工作室的智瑜老师请出场，掌声欢迎我们的老师，可以在我们北斗进行，欢迎我们的智瑜老师，智瑜老师邀请你跟大家问声好，说的物价跟物料让大家用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热情的带动跳，请我们现场的伙伴朋友跟着老师一起动一动，那我们的音乐也可以帮我们，哎，先待会吗？好，先待会。以及文化都可以发扬出去啊，让大家今天哦，在北斗里面是爱心。茶分局执行108年暑期青春专案扩大预防宣导的活动啊，今日跟横山基金会一同举办这个青春公益联合的健走活动，就希望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在暑期的期间一起来反毒品、反诈骗、反飙车、反色情、反帮派等重点工作，希望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们在暑期千万不要接触毒品，如果是去进行暑期攻读的时候，慎防成为诈骗的车手，拒绝援交，拒绝加入帮派，注意各项的交通安全规则，一起来注意交通安全，希望大家一起度过平安的暑假，谢谢。单位有看到好吗？有没有其他单位？好，茶局志工队，还有石化慈善会，都来到我们现场，我们等一下要一起走出我们北斗国庄，一起来爱绕北斗青春公益践行，我们一起比赛好吗？大家站不站？站！帮我聆听一个大大的赞，谢谢你们。我们走，我们等一下，等等，我们这个战斗组的工作伙伴，请走。